多年的艾莎，凭借可爱外貌与甜美歌声受到不少粉丝喜爱。近年来鲜少推出新作品的她，还是常会在网上和粉丝分享生活日常。六日她则突然晒出一张自己与日本原组女团成员金井惠里子的合照，并透露两人是好朋友，小时候两人一起学表演，也都玩在一起。而两人距离上一次见面已经17年之久，但一见面聊不到3分钟就觉得完全没有隔阂，让艾莎开心直呼一点都没有这么久没见面的感觉。而照片曝光后，网友们纷纷惊讶直呼，没想到两人是多年好友，两大女神同框，画面实在太养眼啦。Bye.